車股啊，175啊，燒煙槍就問話點睇175黃啊，尋日都幾好啊，今朝睇下點先175。係。係咯，都繼續衝翻上去啊嚇！而家18.幾。係啊，都衝上去啦，誒。係啊。唔係佢冇講佢有冇貨㗎，佢淨係想問呢只股份點睇咋嚇？明啊明啊，呢只好即係基本面嚟講好唔識睇，尤其是佢個難睇嘅地步係難過比亞迪，即係你比亞迪都係啊，真係㗎真係㗎，你比亞迪最多你比亞迪知佢點解升係咪啊？係啦係啦，175你。知點樣升？你知唔知道我即係都唔知道。唉，唔好啦，唔好亂講，唔好亂講嘢。但係總之就即係佢好得意嘅。你話佢炒車股，大家覺得大陸出車嗰陣時候，佢有可能係比較後先至發生嘅。但係喺都其實，譬如而家呢一陣都唔係好炒，即係喺香港嚟講啦，即係新能源汽車、電動車嗰啲都開始即係。炒完好像有些尾他就現在才走來發力，所以就變成了情況就有點尷尬，尤其是譬如你真的技術面看，你大概19元左右都又是上一次的阻力，那你真的差得那五毫子，現在搞我就不會特別建議了，是的，就是我就覺得等等先，因為隨時就是黑仔起上來可能就真的19元就頂了，跟住又落翻去，即係如果你當唔係多啊，落翻之前個 range 都16元嘅咯，3元，咁都唔少嘢嘅，所以我就覺得等等咯，你可能拉少少落嚟，即係等佢回少少落嚟再算咯。